大家好，我叫马威，今年20岁，来自哈尔滨，是一名短道速滑的运动员。东北老乡，东北的，东北老乡，老铁，老乡加油！声音很好听，哎，厉害，帅。那您现在大概练了多长时间了？练了有12年了吧？哦，12年，从小8岁就开始练。对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你有一首歌对我吧是很有意义的。真的？你猜一下是哪首？骄傲。17。对，我在17岁的那年，代表中国队去参加了青年奥运会，然后在小组很不小心的打破了世界纪录。哇！说这么谦虚，这里。这么不小心啊！左边是武大靖啊。对，武大靖是我的师哥。武大靖是我的师哥，所以你要好好的努力。对，我接下来的就是要好好的备战一下2022年，我是很希望站在2022年的领奖台上，也特别想为安慰一波争光下。哇！一定要拿到冠军，拿到冠军！我邀请你，到时候一定要一起来去看奥运会，好，去看冬奥会。祝福马威会成为全国的骄傲。